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著名歌影天后梅艳芳嘅生平同故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梅艳芳的演出作品：1984，我要结婚，三色梅艳芳；1988，梅艳芳之梦里风情；1989。梅艳芳巴西热浪嘉年华；1991，梅艳芳飞跃舞台十载情；1994，梅艳芳音乐特辑之情归何处；1997，梅艳芳音乐特辑之三世盟；2001，梅艳芳芳华绝代倾情夜；2003，梅艳芳真心相聚；梅艳芳曾经主持或参演；1984。亚洲青年流行音乐会；1986，龙凤呈祥贺台庆；1990，万千星辉贺台庆；1991，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；1991-1995，翡翠歌星贺台庆；1992，欢乐满东华；1992，第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；1994。反翻版行动，梅艳芳的广播剧；1988，鬼咁多情，色梅翠芳；1989，年轻只有一次，色欧雪君；1996，雪融后的余温，色暗梅，梅月童；1999，情书，色 Helen。 梅艳芳的音乐奖项；1982，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冠军；1983，第十二届东京音乐节亚洲特别奖 TBS 奖 ，IFPI 香港唱片年会新人奖，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金典奖《赤的疑惑》，第一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奖《赤的疑惑》，交出我的心，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奖《赤的疑惑》，交出我的心，《赤的冲击》。第五届中文歌曲擂台奖《赤的疑惑》，第七届金唱片颁奖典礼白金唱片《心债》，1984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金曲奖《似水流年》，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最佳唱片封套《飞跃舞台》，第二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奖《似水流年》。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奖《似水流年》《飞跃舞台》，第六届中文歌曲擂台奖《飞跃舞台》，第八届金唱片颁奖典礼白金唱片《赤色梅艳芳》，1985第三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奖《坏女孩》，最受欢迎女歌星，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奖《梦幻的拥抱》。曼珠沙华、迈向新一天、李宗浩合唱《坏女孩》，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金曲奖《曼珠沙华》，第六届中文歌曲擂台奖梅艳芳，香港商业电台最受欢迎女艺人，第九届金唱片颁奖典礼白金唱片《梅艳芳飞跃舞台》。1986 IFPI 全年最佳销量大碟《坏女孩》，第四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奖《梦伴》，将冰山劈开，最受欢迎女歌星，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奖《梦伴》，妖女，将冰山劈开，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金曲奖《外将》，第七届中文歌曲擂台奖《坏女孩》，香港商业电台最受欢迎女艺人，香港电台十大最受欢迎人物。1987第五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奖《烈焰红唇》，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《似火探戈》，最受欢迎女歌星，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奖《似火探戈》，装饰的眼泪，烈焰红唇。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金曲奖《烈焰红唇》，香港商业电台最受欢迎女艺人奖，香港电台十大最受欢迎人物。
1988第六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。金曲奖 Stand by me, 胭脂扣。最受欢迎女歌星。最佳音乐录影大奖梦女共聚。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奖胭脂扣 Stand by me, 梦女共聚。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金曲奖 Stand by me。香港电台十大最受欢迎人物。第十届金唱片颁奖典礼白金唱片。坏女孩妖女似火探戈烈焰红唇百变梅艳芳8788再展光华演唱会。好，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今日就讲到呢度，下一集我哋再见。喜欢我哋影片的朋友请订阅我哋个频道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啦。拜拜。